佢啊，重病落嚟之后地下，我娘子仲有新人噶，阿仔快啲叫关大夫嚟。快啲，南姑娘，你今做似乎过分咗啲喎。呢位大嫂有咗新人噶嘛，你仲推佢落地，万一佢有咩事嘅，你担唔担当得起啊？关你咩事啊，棺材仔？如果有咩事，咪赔翻钱俾佢咯。我林家大把钱赔唔起咩？哇！如果搞出人命咁点啊？到时咪买翻个老婆俾佢咯，一个唔够咪个两个。 两个唔够咪个十个，到时啊大把仔生啦，咁得未啊？惨得过阿爹大把银两啊！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呢啲咁嘅说话会出自你把口噶，你要知道，有银两唔系代表可以买到一齐。乜嘢唔得啊？有银两啊，连呢个死人五座啊，同埋个烂鬼衙门啊，买埋都得啊！放肆！宋大人系佢哋无理取闹咋？宋大人，宋大人。 佢推断我娘子，我娘子又七百几月身嘅，而家可能对胎儿有害，求大人为我哋作主啊！哎呀，初生初养，边会咁有事啊？真系估唔到你一啲悔意都冇。系佢自己唔小心跌亲啫嘛。大人，万大事都系银楼害解决，你一向都系聪明人嚟噶。大人，同我哋作主啊！大人，大人啊，同我哋作主啊！你报头，同我马上拘捕蓝彩，跌翻衙门。 系大人，咪住！你凭咩拉本小姐啊？呢度所有人都见到你推呢位大嫂落地，蓄意伤人救美。犯人蓝彩蝶喺多名证人目睹之下，于观音庙前将一名孕妇推倒，导致该名孕妇受伤。系佢自己唔小心跌亲，唔关我事噶。蓝彩蝶，本官冇话俾你起身，人嚟！ 我重打佢20大板。系，乜嘢？贵咪贵咯，好叻咩？宋大人，爹，惨见宋大人。宋大人，究竟咩咁大件事，要将小女由拉又锁啊？爹啊，佢欺负女儿啊，女儿唔肯跪，佢又话要打要杀。爹啊，你帮女儿出头啊！得得得，阿爹有分数。蓝老爷，公堂自有公堂规矩。 你自出自入成何体统啊？好大嘅官威啊！咩达官贵人蓝某未见过啊？朝上面一品二品嘅官，冚唪唥都系蓝某嘅朋友，芝麻绿豆嘅事啫。宋大人唔使咁劳师动众系嘛？律例之前人人平等，犯法自然喺公堂上面审判噶啦。得得得，总之个大肚婆要几多钱，蓝某俾；总之大事化小，小事就花无啊。蓝老爷，凌千金拱跌孕妇。 如果嗰位孕妇因为咁样而有咩不测嘅话，恐防连你都担当唔起噃。宋大人，你有心刁难啫。上一次嘅老人勒索案，赎金又揾唔翻，贼人又捉唔到，我都未同你计较啊。若然你呢次放过小女，咁咪作罢啦。此案不同彼案，本官绝不能徇私。人嚟，我将蓝彩蝶还押监房。系。 唔使担心，阿爹会医好大肚婆，陪足钱俾佢，放心。走。人嚟啊！人嚟啊！喂喂，咩事咁嘈？呢碗咁嘅饭啊，边有人食噶？喂狗都不如啊！呢度唔轮到你放肆。你俾我收声啊！呢度污糟邋遢，企多阵都想呕啊！你快啲帮我搵人嚟执干净佢。仲有啊，帮拎咗鬼飞床嚟，啲草啊吉肉噶。 放我出去，有老鼠啊！救命啊！放我出去啊！有老鼠啊！快啲放我出去，求你哋啊！我求你哋啊！放我出去啊！系啊！系啊！系咪有人死咗啊？冇嘢做嘢啦！系啊！睇嚟呢度经过一场激烈嘅打斗，个凶手真系好残忍。啲伤口应该唔系人为嘅，系咬出嚟嘅。你睇呢啲爪印嚟，仲有只手。 系监生扯甩嘅，佢应该系俾猛兽咬死。猛兽会唔会系老虎啊？呢度好多年前有老虎出没过嘅噃。我记得师傅同我讲过，俾老虎咬死嘅人，除咗伤口岩残、口眼擘大、尸身发黄，仲有双拳都紧握嘅。你睇下，所有症状都吻合嘅。
你哋过嚟睇下。李捕头，你睇下，啲脚印咁大只，冇可能系野狗，肯定系老虎。老虎，老虎，点算啊？放下，老总，封锁镇上所有路口，贴出告示，告知村民。喺度。跟往常一样牛肉面咧。咦？点解今日唔见咗江大哥嘅？哦，佢去咗隔篱村办货。系啦，有件事我想向你请教。喂喂，你知唔知咧？白花林咧有老虎出现啊！真唔真啊？喂，连告示都贴咗出嚟，叫人唔好上山都仲有假嘅。喂，而家祠堂咧搞紧唔知咩猎虎队，想睇下点捉只老虎。系噶，志扬今晚翻嚟可能经过白花林噶，咁啊有机会遇到只老虎。为察安全，我而家即刻通知猎捕头去白花林睇底。但我有时都会行黄石坡嗰条路噶。唔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啊！咁唔该晒你啊，薛先生。我嘅武功一向保持最佳嘅状态。啊，老总啊，呢支叫咩名堂啊？老虎一次，一支啊！江老板冇事啊，冇事。多谢猎捕头救命之恩，如果唔系你哋及时赶到啊，我真系俾老虎食咗都有知啊！要多谢应该多谢精良至啱，如果唔系佢担心你嘅安危，揾阿丹通知我嚟接应，我点解咁快杀死只老虎啊？老总，对唔住啊！得，好嘅，好嘅。喂，啲村民就唔话得啊。其实打呢个牌匾俾我，嘥唔少银两噶嘛。猎捕头，呢啲唔可以用银两嚟衡量嘅。猎捕头啊，你实至名归噶嘛？吓？系啊系啊。嗱，你话十个八个人埋嚟我身，我都唔惊啊。但对住嗰只张牙舞爪嘅老虎啊，真系心都寒埋。所以话咧，姜咧就越露越辣嘅。嗱，猎捕头，几大都挂高个老虎头嚟威啊！呢啲咁粗重功夫，等我帮你搞啊。啱听，搞靓佢。嗯，呢样嘢你最耍家嘅。嗯，嗰只老虎啲手手脚脚淋心嘢，你大家中意咪分咗佢咯。得得得，我帮你揸主意。首先条虎鞭点算咧？我就已经留咗俾阿薛丹噶啦。你唔使预我啦。啊，你留翻俾小灿把啦。我就要。个虎心，我中意食猪心啊嘛，虎心同猪心一定唔同味嘅。阿丹啊，个心唔使谂啦，老总啊使出一招老虎一次，个心都碎晒啦。唔系，系，不过咁啊，唔知猪老补啲啊，定虎老补啲啦，嗬？试下咪知咯。嘿，讲得嚟蚊都瞓啦，汤虎大典即刻开始啦，哇！哇，好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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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诶诶诶！点解只老虎啲五脏六腑冚唪碎晒噶，仲插住啲骨添？点解会咁嘅咧？系喎，喂，猎捕头嘅刀法果然厉害喎吓！照我睇啊，猎捕头嘅刀法虽然厉害，但系嗰刀并唔系致命伤。只老虎系被震碎内脏致死嘅。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黄志文 Mandy， 我系六号六号明啊！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频道呢个 channel 咧，就可以收睇精选嘅 TVB 剧集啦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